明秀大哥有头绪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一点方向都没有。没有方向，那太好了，是我们。来，太好了，没有方向，看，真的很厉害。老师听说你是读艺术的，对，我是学过画画的，那你们是广州美院的吗？对，广美，多多包涵。没有，我完全没有头绪，真的不知道。快快快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你这晃的，因为晃才能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三维的，或者是平面的呀？一点看不出来呀。墙上可以看看啊。墙上那个画纸应该不至于吧？墙上那块有个老师，是不是画的呢？挺立体的。哎，有可能。先让我一下，我好像找到感觉了。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看看。 黑暗的角落，你这个呀，进屋都看不出来呀，你别说了。郑哥，你这老师变成了一个小蚯蚓。你刚才去过孙老师，好像有点后遗症。有点后遗症。老师画的太好了，真的看不出来。不是你就我现在我刚才那样，我都看不出来，真看不出来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一定能找出来，都没有头绪，老师。这太难了，这简直。老师。 哥是那个辣椒吗？一会儿给你说，一会儿过去。是不是？不是，好像不是。让我误导了。我有头绪了。大家注视一下那个辣椒。什么？辣椒。有可能是某一个辣椒吗？广东话怎么说？辣椒。辣椒啊！辣椒啊！就是那个辣椒。你辣椒里面肯定有一个。可能有一个辣椒。辣椒。 我感觉，我找着了。哪个？那堆辣椒里边左上角的那个辣椒，我在每个角度去看，它都是一样，它的色儿跟名儿都不一样，它比较鲜艳。辣椒里面肯定有一个辣椒啊。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投一轮吧。对，先来一个吧。派一个代表指认一下 ，baby。baby 来。老师是那个贴着墙的辣椒啊。这。对。